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，110年1月8号，他被捷运双星连线松江南京站，他被捷运双星连线松江南京站喽、哦。然后看一下，6点56分，出发就是看台电大楼的 C37型至3系列，308、307变速的高压系统，刚刚的时间颜色。看台电大楼的高压系统，刚刚的时间颜色。310次，谢谢各位，那下面跟马掌门都掉我们到激光片，就那样，拜拜。